けるよな、ないわ。先生イエーイ、新しくなった。あれ、くっそあ、这边有没有那个？有吗？考虑你的呢？啊，这个比较可以调减的，比较硬一点。你要调紧一点点，嗯，这样。啊，这样子就会不会太硬了？OK 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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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后面轮胎已经见底了哦，这个是低的，这个要破掉喽。那要换？要换啊！啊，不好意思。大姐，你后面轮胎也被换？大姐，干嘛？坏啊！我给你两个轮胎，能听清楚了。好，没了，卖了，那是没有了。后面轮胎要换吗？啊。啊，对，1000块。啊，轮胎是1000块。对，但是这个太危险。对，太危险了。好，那换掉吗？那要。好。啊，これもダメだったか。あ、これめくれてるんだね。これ1000元。合計3000元。あ、高いよ。10000円ぶっ飛んだ。好，那等一下啊。嗯，因为我觉得我档位好像不太准。好，对，有时候就跳，那时候在两边的最紧的时候，都会有会想要跳。两边最紧，然后这边就到底喽，对，它不是最轻吗？它就是如果踩太用力的话，它会想要跳掉，如果他在很重的时候，他会就在这时候的时候，他骑的时候会想要跳舞，会跳怎么样？就是他会想要跳。你用力踩的时候，他会跳，会咬合不住吧？对啊。他咬合住是那个飞轮飞轮摇。我还有说话吗？要换掉这两个，换掉，就是要换轮飞电摇就好了。因为太重踩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咬合，掌握是很准的，这样子判是很准的，所以你会跳是要换。不练也先换后面，如果前面来到前面一步。いいお店でした。おすすめです。このラオパめっちゃいい人。それでは。